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家周梦佳。今天呢，是我们又见面了。今天呢，我还是担任着淘宝逛逛风格玩家大赛的评委。这一次呢，我拿到了第二次的一个主题的视频，然后我在这边选手里面呢，选出了三位选手，想要跟大家来说一下，我为什么选择这三位，我觉得他们为什么改造得很好。来，来提醒。第一位我选择的是叫陈世我啊，他很独特，就是他把那种爸爸穿那种 polo 衫，他改造的非常好，因为是当然他的身材非常优秀，所以他的改造呢凸显了他的身材优秀。他首先配个小裙，然后配个小草帽，这就是非常当下流行这种野炊出去旅游的时候野炊穿的衣服。然后第二个，他就把这个衣服直接变成了一个小套，而且没有剪，没有缝，背带裤配的也是非常的出色。加分点在哪里？它里面加了白色 T 恤，完全大加分。对，前面有呼吸感，然后又袖口又感觉，哎，这个衣服是大的衣服吗？哦，还有穿这种小百褶裙，感觉是要去打高尔夫的感觉。我当时是看着红色的，这一套有一点点稍显逊色，比起前面几套。但他还是很厉害的，因为他把一个低年级的当下爸爸都不太会穿的一个 polo 衫，把它改得很好。而且是没有剪，没有缝，也没有加任何其他的配饰，厉害。然后第二位我选择是陈诚 OK 的，他呢就是把一件白色的 T 恤做了一个改造，但他改造也不是把它缝缝补补剪剪，运用别针，而他的别针是比较感觉是应该不太一样的别针，然后把它推下了乱，然后就感觉这不就是那种当代清朝设计师那种款吗？但是你去买手都可以看到那种，就他真的是心灵手巧，而且他很厉害的是白色这个改造的 T 恤上面还穿了很花的裤子。第三个我选择的是露露，我看到她的这个视频的时候，我觉得还蛮温馨的一种感觉，因为她是带她妈妈一起，然后把以前什么奶奶的衣服然后进来改造，而且搭配的非常的好，她的这个颜色的这种小细节，我天哪，它元素很多，颜色也很多，搭配在一起就是非常的好，真的是外国人，两个颜色，一个酒红色，一个绿色，很好看，因为变成发现在街上最美的那种。我不得不说，这个叫露露的朋友，你妈妈穿的比较好看。你输了，你妈妈那裤太好看，那丝巾配的太绝了。露露，我们理解，他们家里小妹妹好看。以上这三位呢，就是我第二次选出来的最佳最优，不知道是不是也是你们心中喜欢的那三位。我觉得其实我看选手的一些搭配的一些视频，我在里面也学到很多东西。我在想，哦，原来我家的这个闲置在衣橱角角里面，就再也看不到那些衣服跟配饰，是可以用在很多地方的。不由自主的期待下一次，我会看到什么视频。嗯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